我打电话让他赶紧走，武昌大桥垮了。哎，别用家里电话，离远点找个公用电话打。 谁呀？喂，杨兴国吗？谁？我是小邓的爱人。哦，你拿上你的东西到没人的地方，我有急事跟你讲，快点儿。潘总，你帮我打一下。喂，我出来了，你说吧。 小邓说，雾江大桥垮了，他让你赶紧走，公安局可能已经把你家控制起来了，你千万不能回家。小邓让你走的越远越好，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那我挂了。啊，魏铁同志吗？我是陶杰，请款你都知道了。 那好，请你马上办好一切有关的法律手续，并且马上派人密切监视承包大桥工程的中兴建筑公司，冻结他们的银行账号和所有的资产，并对机场车站码头布控严防杨兴国外逃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喂，对对，我是陶杰。哦，肖副主任。好，好，好。对对对，我马上就去峡江。好，那咱们峡江见。 副市长，刚才林县长打来电话，说是项书记在工地寻找受伤民工时不幸受伤，现在已经送往医院，伤势不清楚。还有，受伤的民工已经找到。尽快查清向云秀同志的伤情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。 坐吧，坐吧。下边由陶杰同志代表三建委和市政府宣布决定。同志们，我代表三建委、三峡市市委书记贺建国同志和三峡市政府。 宣布关于处理雾江大桥垮塌事件的四项决定。第一，由国家三建委、三峡市政府迅速组成专家调查组，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雾江大桥垮塌原因。另外，由三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事故调查组，彻底查清在雾江大桥工程施工中国家公务员。 是否有违法违纪的行为？第二，妥善处理好雾江大桥工程垮塌的后事，对重伤者做好抢救工作。此事由峡江县政府负责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。
民工的生命安全是第一的。至于抢救方案和经费问题，直接请示市移民局王天水同志。第三，为确保三峡大坝2003年6月蓄水，沪江大桥工程必须在15天内重新开工。此项工作由市移民局局长王天水牵头。第四，沪江大桥工程原施工承包人杨兴国现已在逃，责成三峡市、峡江县两级司法部门尽快将杨兴国捉拿归案。喂，是我，杨兴国。喂，喂，小婉，喂，你找什么事儿？小婉，请你转告林县长，我是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的。我知道，我这辈子是不能再露面了。可是要想藏得安稳，就一定要有钱。我出来的时候太匆忙，没有带很多。你马上给我准备20万，等20万一到手，我就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小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贪得无厌。当然，如果你不给我这笔钱，我就会打电话找林虎。我相信他会比你更懂道理。杨兴国，你和我的事情林虎一点都不知道。你要的20万，我一定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一条件，这件事情不可以再扯上林虎。好。只要你肯帮忙，我一定不会扯上林县长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。明天我把钱准备好，会主动联系你的。请你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君子协议，这笔钱算是我借你的。好了，不打扰了，再见。回来了，我给你炖了乌鸡汤，你要不要喝一点？不用了。杨兴国给你打过电话没有？没，没有啊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。部队同志，你坐。杜雷同志，我们调看了常委会的会议记录，讨论沪江大桥工程工作的有2次，一次是决定由谁来承包大桥工程，另一次是中兴公司由于资金短缺造成大桥工程停工，常委会决定向绿色集团借款。关于这2次会议，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。第一次会议呢，相隔的时间比较长了，情况记得不太清楚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。当时大桥工程招标进入到了尾声，林虎同志呢，把3家施工单位的方案都拿到了会议上讨论。我当时的意见是，根据招标的结果，该定谁就定谁，选择中兴公司。所有常委都是投了赞成票的。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，我看这次竞标应该还是体现了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我看这事儿就按评标的结果办。当时向云秀同志是这样说的吗？大致是这样，但我记得他还说了要到中兴公司
再考察一次的话，就是让县政府派人从资金、技术、运转等情况对中兴公司进行一次更深入的了解。现在请你谈谈第二次会议的情况。第二次会议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反对向绿色集团借款，特别是向政府出面借款。中兴公司什么也不管，我们给绿色集团写欠条，我觉得这样太不合规矩，所以提出反对。会前会后，向书记做了我很多思想工作，最后我还是保留了意见，会议记录上应当可以看到。向云秀同志做你的工作理由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有两点。一，沪江大桥关系到三峡蓄水，此进度不能拖。二，杨兴国拖欠占地移民工资，如果问题不解决，移民会闹事儿。根据你的观察，常委内部还有科局级的干部，有没有跟杨兴国关系比较特别的？这一点我没有注意，也没有这种感觉。你觉得主抓沪江大桥工程的林虎县长和杨兴国的私人关系呢？好像他们并不认识。有证据吗？竞标前两个星期，有一次在一个公开场合吃饭，杨兴国过来敬酒，林县长还问我这个人是谁。而且杨兴国走了以后，林县长好像对此人的印象也不怎么好。中兴公司竞标后，林虎和杨兴国来往频繁吗？我们也看见他们有什么来往，有几次林县长和杨兴国谈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没看见他们有什么私交的苗头。沪江大桥的事故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。第一，这项工程是由我主管的，而我又因为其他工作太忙，对这项工程质量检查不够，把关不严。第二，我在用人上有重大失误，县里派去监管质量的邓文轩原来是政府办的副主任，是我把他放到这项工程上去的，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项工程很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，这也和我用人失误有关系。所以不管组织上给我什么样的处分，我都接受。能说说你和杨兴国的关系吗？我和他只是工作中的交往。林虎同志，根据你的观察，常委内部或者科局级干部有没有和杨兴国的关系比较特别的？除了主管工程质量的邓文轩，我没有发现和杨兴国关系特别的。邓文轩的问题，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尽快查证落实。那你对向云秀帮杨兴国借款的事儿怎么看呢？孙副书记，沪江大桥工程事故和向书记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我没说有关系，我问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？这一点我是支持的，也是当时情况特殊所决定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钱，民工一旦闹事的话，工程的工期肯定会被耽搁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钱就算向书记不借，我也会想办法去借的。可是有人反映，向云秀和杨兴国的私交还不错，向云秀曾向杨兴国要过50万的回乡移民安置款。这事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我相信向书记这么做也是为了工作。可那个时候杨兴国的资金已经很困难了，如果不把那50万捐出来的话，也暂时不会发生以后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，是这样吗？向书记，小美，这是我给您带的早餐，有牛奶，还有小笼包子，你们趁热吃吧。
先放那儿吧。哎，你吃过了吗，小李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向书记，市纪委同志要我问问你，他们现在能不能找你谈谈？行，什么时候都行。哦，他们现在就在外面。那就赶快请他们进来吧。嗯，好。小美，你帮我把床摇起来。我来吧。谈话也得吃饭吧，吃完饭再谈不行。组织上要找我谈话，你们两个先回避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向云修同志，你为杨兴国借款，除了担心移民闹事和大桥工程进度两个原因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？没有，就这两个原因你就给杨兴国借款？我认为这是当时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是不是杨兴国求你借的款？他没有，是我主动提出帮他借款。可是有的同志不赞成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原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同志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，至少我没有提高警惕。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想。你不担心借出的钱收不回来？我从来没有担心过，因为事先我咨询过市移民局和三峡委工程局，只要吴江大桥的工程款拨下来，我们就能够收回借款。可有人说，在为杨兴国借款的问题上，你表现出来的热情总让人觉得不大好理解，你对这一点怎么看？不好理解？为什么不好理解？我是为了让移民能够尽快拿到他们应该拿到的血汗钱。几百个工人围在工地三天三夜，我不出面解决，我还配做县委书记吗？再说如果停工直接影响三峡蓄水，我能不管吗？能无动于衷吗？我能不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吗？云秀同志，你冷静一点。孙副书记，如果有人这么问你，这样怀疑你，你会冷静吗？您会吗？我再次向组织保证，在借款问题上，在峡江工作的过程中，我问心无愧。如果组织对我有怀疑，可以查我，怎么查都行。小吕，他们谈什么话？怎么还没谈完？不知道。云秀同志，顶得住吗？要不我们换个时间？我没事，您接着问吧。听到林虎报告大桥出事以后，你给哪些人打过电话？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县委办，还有市移民局的王天水局长，还有几个电话我记不太清了，主要是打给县里的。如果必要，可以到电话局把我的电话记录调出来。杨兴国，你给他打电话了吗？孙副书记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向云雄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孙副书记，乌江大桥工程出事儿，你可以追究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，可你不应该怀疑我的忠诚。我犯过错误，也许我以后还会犯很多的错误，可我绝不会干卑鄙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干亏心的事。云秀同志，你别激动，现在谁说你干亏心的事了？我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，我相信你也听说了，杨兴国跑了，组织上查了他的电话记录，大桥出事以后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信，
所以不仅是对你，对所有我们要调查的人，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。希望你能够正确对待组织的调查。那好，那我向组织保证，我跟杨兴国没有任何的牵连。自大桥坍塌出事到现在，我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平时和杨兴国有往来吗？有过三次交往。第一次是大桥工程开工，第二次是问他要50万回乡移民的重新安置费，第三次就是帮他借款。对这个人，其实我并没有很深的了解。没有更深的了解，你怎么会想到向他要50万的捐款呢？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，说听说县里有困难，他想为三峡移民尽一点心意。当时为了筹集这50万，我确实很着急。接到他这个电话，我就立即到他们公司跟他谈了。但是我跟他谈的只是一个大概，具体的事项是由县移民局的局长戴勇办理的。你和杨兴国真的没有什么私人关系？没有。心底无私天地宽，我以我的党性向组织保证。可有人说，杨兴国在追求你。按照市委要求，在事故发生以后，我们对霞江县政府原办公室副主任、婺江大桥工程甲方代表邓文轩实行了双规。邓文轩交代了接受杨兴国贿赂7万多元，因此放松了对工程质量的监管的事实。同时，他也承认了杨兴国出逃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的。除了这些，邓文轩并没有提供其他人和中兴公司的情况。在工程招标初期，杨兴国想通过邓文轩认识林虎，但林虎一直拒绝和他见面。直到杨兴国承包了大桥工程以后，双方才在工作上有所往来。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全部情况。陶市长，我们这个组的工作主要是围绕霞江的县委班子进行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县委书记向云秀有一些疑点。疑点一，3个月前，婺江大桥工程曾发生过一起因拖欠民工工资而产生的劳资冲突。在这次冲突中，向云秀为解决杨兴国的资金困难，找绿色集团做工作，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借款1000万元，并且在四位常委都反对的情况下，强行通过了借款决定。疑点二，那时候杨兴国的中兴公司已经没有多少资金，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杨兴国却能捐出50万来，这说明杨兴国和向云秀的关系不正常。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们这收到2封匿名信，是检举向云秀在婺江大桥工程招标中接受了贿赂，并说杨兴国一直在追求向云秀。光凭2封匿名信，恐怕说明不了什么。这信是谁写的？为什么写这2封信的目的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但我们分析认为，这2封信所说的情况是可能有的。一家各方面都达不到要求的公司，能够在婺江大桥工程招标中胜出，没有人从中帮忙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其二，要是杨兴国和向云秀没有一定的关系，以当时中兴公司的财力，杨兴国无论如何也不会白白拿出50万来作为善款的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认为，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，疑点也只是疑点。陶市长，接下来我们会加强调查的力度。今天上午，我参加了婺江大桥坍塌事故的分析会，专家们的结论已经出来了。婺江大桥的坍塌完全是人为事故，大桥用的混凝土的强度只达到了原设计要求的一半，奸商误国，腐败误国呀！对于婺江大桥工程的事故，市委、市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。
要一查到底，不管牵扯到谁，都要一查到底。哟，陈书记，天水，哎，怎么样？工程新的方案做得差不多了吧？再推敲一下就可以拿出去了。好，陈书记坐。哎，啊，对了，陈书记，这个善后工作处理得差不多了吧？基本上完成了。哎，天水啊，哎，我今天来有件事情啊，跟你打个招呼。您说，听市委和三建委的意思，鉴于霞江现在的具体情况，工程重新上马以后啊，市里要派个人担任总指挥。嗯，我呢，想跟组织上要求，到霞江，主管吴江大桥工程的修建。你？嗯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陈书记，是不是我工作上有什么毛病，让您不高兴了？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到移民局来干得不错，你比我更适合担任这个局长。陈局长，您。天水啊，说句心里话，组织上选你做移民局长，那是有道理的。我想提醒你的是啊，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。天水啊，我今年56了，还有4年的时间，我想做点具体工作。如果在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，能够主管吴江大桥工程的修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你对我这个老头子是不是不放心呢？陈书记，我哪是不放心呢，而是市里的不可能让你去当这个总指挥。你想想，你一个厅局级干部，市里同不同意你不要管，只要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你点头就行了。天水啊，工程出了事故以后啊，下江的领导班子也会有变动，这个时候我来当总指挥比谁都合适。妈，刚才我碰见了纪委的孙副书记，他说向云秀同志和林虎同志都在代职检查，还有向云秀同志已经向市委递了辞职报告。他递交了辞职报告？不对吧，吴江大桥工程是林虎主管的呀。据说市纪委接到了2封匿名信，具体内容不详，看来可能是针对云秀同志的。王局长，大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王局长，我特意从达镇赶来找你。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王局长，找你的事儿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王局长，向书记辞职了。是，不过市里还没有批准，他现在仍然是辖境的县委书记。王局长，向书记可不能辞职啊，他是个好书记，真的。我敢保证，向书记和婺江大桥工程垮塌肯定没关系。大炮同志，组织上正在调查，我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干部好不好，老百姓心里有数了，总是想着老百姓的干部，就算有错误也错不到哪儿去。我是一个有着16年党龄的党员了，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共产党，心里想着老百姓的，护着老百姓的，那就叫共产党。王局长，向书记就是这样的人啊，想着老百姓，护着老百姓的，这就是共产党。大炮，你这话说得好啊。王局长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把这封信转给市委领导，这是我们达镇72名党员写给市委的信，我们想留向书记在下江，我们的党员都在上面签了名字。王局长，这是我们达镇党员对向书记在下江工作的一份感谢。我在基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老百姓说好的人，老百姓说好的事儿，我就相信。这72名党员都是自愿签的字。本来我前天就来，可是我来不了，因为我在达镇给干部群众做了2天的工作，因为他们都要到峡江来看向书记。我为了劝住他们，我费的心血和泪水比说服他们移民都难呢。大炮，你做得对，谢谢你。要是搁往常，我肯定会亲自带他们来，可是我跟向书记接触这段日子，我学了很多东西，真的，王局长。大炮，请你带我向达镇的干部群众表示谢意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亲自交到市里的领导手里，我也会像你一样坦诚的向组织说出我对向云秀同志的看法。老大，妈，妈，哎，要么有什么事，你不要瞒着妈啊。没有什么事儿，幺妹儿就是腿受了点伤。听说幺妹儿被撤职了。妈，你在哪儿听说的？没有那种事儿。前几天那电视上都说了桥垮的事情，还有人说我们幺妹儿收了那个老板的钱。我们幺妹儿啊，根本就不是那种人，我知道。你幺妹的脾气，她是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累都能受。
就是容不得别人冤枉他。哎呀，不知道你幺妹儿这会儿心里头多恼火哦。哎，老大，不行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喊幺妹儿回来，妈有话跟他说。妈，我跟幺妹儿通过电话了，她不要我们去看她，说以后再说。妈，我就到县里头去找他。妈，我准备把四匹马卖了，给幺妹儿盘个门面。幺妹儿真是难呐，给公家办事那么难，开个服装店又赚钱又省心。幺妹儿那么聪明，生意肯定能做大。向老大，向老大，婶子啊，老妹儿啊，你快投包裹啊，老妹儿，来坐坐。这个，哦，我老舅是个老郎中，他对跌打损伤还有些偏方，这不，我下去了一趟，给你家幺妹儿抓了副中药，等他吃完了，我再给他抓。来来，多谢了老妹儿啊。你家老舅不是住在公滩吗？这一去一回可是几百里路啊。哦，没事儿，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说去就去，哎，说回就回来了。老妹儿啊，让你费心了。婶子，你见外了，你就放宽心一些，你家幺妹儿啊是个好人呐。西南集团四分公司的队伍已经进场，正在对雾江大桥工地进行清理。这个工作暂时由峡江的杨副县长暂时主管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陶市长，您上次说工程的总指挥由市里派人过去，不知道定了没有？侯明同志倒是找过我，他说他想当这个工程的总指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陈书记也跟我谈过这事儿。但是我觉得不合适。是因为缺乏主持施工的经验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？陈书记是老水利，主管过好几个水利工程的施工。我只是觉得，让陈书记去主持一个县里的工程，不太合适。这看我是拦不住了。为这个，他找过贺书记，他说呢，他要在退休之前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。贺书记呢也基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，让他呢以雾江大桥工程的工作为主，市移民局的书记的事儿呢也干着。你看呢？书记和市长都定的事儿，我执行就是了。陶市长，我这还有一封信，想叫您看一看。什么信？达镇的群众和党员听说向书记要辞职，他们就联名写了这封信，让我交给市里的领导。向云秀同志为移民办的十四件大事。好，我先看看。看完了以后，我交给贺书记，好吧？陶市长，我还想向您汇报一下我对向书记的一些看法。说吧。陶市长，我和向书记认识的时间不长，接触的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据我对向书记的了解，他与杨兴国有牵连的可能性不大。纪委不是正在调查这个事儿吗？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。是，陶市长，人也许是复杂的，要想抵制金钱的诱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但是如果说向书记受贿200万，我始终觉得不可能。因为抢救民工的那天，如果他牺牲了，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觉得一个贪财敛钱的干部，他是绝对不会在关键时刻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，去抢救一个他素不相识的群众的。还有，雾江大桥坍塌的那天，第一个提出控制杨兴国的就是向云秀同志。如果说他和杨兴国有牵连，那么在别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他会提出来吗？
陶师长，我只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。你说的倒不是没有道理，等纪委的结果吧。是，如果我们天瑞同志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我们委屈了向云秀同志怎么办？我跟你说不怎么办，一个人可以享有荣誉地位，也同样要接受挫折和委屈。作为组织，我们努力让我们的同志不受委屈或者少受委屈，但是经受不住委屈的干部，他成不了气候。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委屈向云秀同志，我即使委屈了他，他也要经受住考验。等一下啊！姐来电话了。姐。向云秀为了保证三峡建设的顺利进行，他不惜把个人的荣辱放到一边，积极地配合纪检部门的调查取证。雾江大桥工程将直接影响到三峡大坝蓄水，这事故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？请看《国家行动》第22集。